什么狗屁神仙，外面妖怪不出，天天躲在深山里给自己歌功颂德，世人还拿他们当隐士，也不照照镜子看看，贱死你！我贱。 这铜镜，这是我的。啊！看样子，我还是盯紧一些的好。九云大人就这么喜欢抱人吗？你脸被划伤了。 能？这树叶这么厉害啊！这镜子我蛮喜欢的，就当是我救你的一点好处。哎，大人，你大人有大量，还是把这镜子还给我吧，这是我娘给我的。你娘给你的东西挺多呀，又是小兔子，又是镜子，我怎么看这镜子好像是？ 好像是，好像是，好像是。二萌，我跟你说，我气死了。刚才那个膳房的毛蛋说，他说夫妻成亲就要洞房，我不知道洞房是什么意思，他一直就笑话我，我真的好想打死他，打死他！别闹了，快见过九云大人。九云大人，啊，好英俊啊！ 我就算是烂脸，我也不吐你这个臭膏药。<笑> 大王爸，大王爸把血吸干了。 怎么了，小骗子？可怜巴巴的。小的就是个杂役，犯不上九云大人挂念。难得见你可怜，来，这个给你。 你要是喜欢，就自己留着吧。拿走，拿走。不是您说要给我的吗？我那天忘记问你了。我看这镜子的纹样，瑞雁麒麟，记得没错的话，是属于大理皇室的。想不到，小骗子，竟然是皇亲国戚呀！怎么会？<笑>
您看不出这是个赝品吗？九云大人的金睛火眼看不出这是个赝品，这种纹路在大理每个女孩家里都有个一模一样的，这很普通的。再说了，皇室贵族的那应该是黄金玛瑙做的，那肯定比这个漂亮多了。这么说，你娘送你个赝品？可不是嘛，家里穷也就只有这点念想了。九云大人，我还有早训，我就先走了啊。再晚去我就罚月俸了，走了。喂。 镜子，谢谢。